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华夏二楼。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青云路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。我们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青云路，社区名称叫做台北新境，屋龄有30年多，物件总楼高有7层楼，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2楼，全幢将近有29平，室内的使用空间将近有28平，我们的公设只扣了1平多，这个物件是属于早期低公设的华夏。公设非常的低，使用的空间非常的漂亮。现场的格局规划为3房2厅2卫，一个阳台。前后采光，采光非常的好，空气也非常的流通。室内的使用空间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我们这个物件原本是有前阳台，后来屋主把前阳台外推，改成我们室内的格局，这点要先跟你们告知。这个物件目前报价1360万，全幢将近有29平，换算成1平单价也只有47万出头，总价真的很便宜。再来要特别跟你们报告一下，这个物件是属于短期买卖的物件，建议你们大家最少要准备总价金3到4成的自备款，如此一来才有办法让你们顺利的买到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我们这个物件地理位置非常的棒，距离我们海山站骑摩托车的距离大约是3到4分钟。周边的环境非常的棒，有许多的
四大超商，还有传统商店，还有我们传统市场，可以让你们轻松的采买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室内的格局，这边是我们室内的格局，还有我们现场的屋况。我们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青云路，周边的学区非常的多，有广福国小，还有安和国小。广福国小跟安和国小两边的距离大约是700公尺，慢慢走就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带小朋友上下学。附近还有新北高工。周边的环境非常的单纯，我们这个物件位在青云路，附近有我们当地最大的家乐福土城店，步行的距离大约是400公尺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进一步了解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这个物件是属于短期买卖的物件，在这边要再一次跟你们强调，短期买卖的物件也就是投资客的物件，如果你们本身可以接受，如果你们本身也并不在乎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这个物件使用空间非常的漂亮，全幢将近有29平，室内的使用空间将近有28平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我们现场的使用空间非常的漂亮，3个房间2个卫浴，使用的空间真的是非常的棒。接下来要为你们介绍我们第二个房间，这个物件总共1层只有2户，共用1部电梯，1个逃生梯，使用的空间真的是很棒。目前我们现场有做基本的油漆粉刷，如果你们大家对于现场有任何疑问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我们这个物件屋龄只有30年，算是一个青壮年的物件，社区名称叫做台北新境，附近的是一般的单纯的住宅，我们附近还有我们当地非常知名的台北看守所。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附近的物件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好的物件确实是不等人，也希望你们大家手脚真的要快。过几天我这部影片又会改成合成胶，也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好的物件确实是不等人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室内的格局，还有我们现场的屋况。这个物件屋况非常的好，格局也非常的漂亮。我们这个物件是前后采光，采光非常的好，空气也非常的流通。3个房间都有对外窗，
三个房间都可以让你们放上双人床，还有多余的使用空间。目前为你们介绍，这边是我们的公共卫浴，使用的空间非常的漂亮，格局也非常的方正，现场的屋况真的是非常的好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再一次为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现场的资料，我们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青云路，社区名称叫做台北新境，屋龄有30年，物件总楼高有7层楼，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2楼，一层只有2户，共用1部电梯、1个逃生梯。使用的空间非常的漂亮，全幢将近有29平，室内的使用空间大约有28平。我们的公设只扣了1平多，目前报价1360万，换算成1平单价也只有47万出头，总价真的很便宜。这个物件是单纯的住宅社区，附近的生活机能非常的棒，有4大超商，还有连锁大卖场，包含家乐福、全联，还有美联社。走路的距离大约是400公尺，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到达我们当地的家乐福土城店。走路的距离大约是700公尺，可以让你们到达我们当地的广福国小跟安和国小。两边的距离大约都是700公尺，这一点是一个大大加分的选项。接下来你们目前看到的这边是我们的主卧室的卫浴，使用的空间不算大也不算小，刚刚好够用。现场的使用空间非常的漂亮，三个房间都有对外窗，三个房间都可以让你们放上双人床，还有多余的使用空间。现场的屋况真的是非常的好，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好的物件真的是不等人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，这边是我们主卧室的使用空间，使用的空间真的是很宽敞，格局非常的方正，采光也非常的漂亮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单纯的物件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你们目前看到这边是我们主卧室的使用空间跟我们现场的屋况，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希望有机会为你们大家服务，也希望有这个缘分陪你们大家一起喝成交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，
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。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、新北市跟桃园市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-702-518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，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为你们大家做服务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大客厅，这边是我们的大客厅，这边是我们原本的前阳台，目前前屋主有前阳台外推的现象，所以我们目前室内的使用空间真的是非常的棒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大客厅，再来为你们介绍我们旁边的，这边是我们摆放餐桌的地方，使用的空间真的是很宽敞，格局非常的方正，室内的坪数非常的大，全幢将近有29坪，室内的使用空间将近有28坪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再一次为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现场的资料，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青云路，社区名称叫做台北新境，屋龄有30年，物件总楼高有7层楼，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2楼，全幢将近有29坪，室内的使用空间将近有28坪，目前报价是1360万，换算成一坪单价也只有47万出头，总价非常的便宜。我们这个物件是属于短期买卖的物件，建议你们大家最少要准备总价金3到4成的自备款，如此一来才有办法让你们顺利的买下来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像这个物件非常的单纯，而且周边的环境非常的棒，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进一步了解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好的物件真的是一下子就卖出了，也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客气，如果有兴趣，如果有感觉，一定要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希望有机会为你们大家服务，也希望有这个缘分陪你们大家一起和成交，谢谢你们大家。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，谢谢你们大家。
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。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青云路，社区名称叫做台北新境，屋龄有30年，物件总楼高有7层楼，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2楼，全幢将近有29平，室内的使用空间将近有28平。我们这个物件公设只扣了1平多，非常的划算，而且非常的超值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现场的格局规划为3房2厅2卫1个阳台，原本有2个阳台，但我们前阳台有外推，所以我们室内的使用空间非常的宽敞。周边的环境非常的完整，生活采买也非常的便利，走路的距离大约是400公尺，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到达我们土城最大的家乐福土城店。附近的学区有广福国小、安和国小，两边的距离大约是700公尺，附近还有海山捷运站，骑摩托车的距离大约是3到4分钟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进一步了解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，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。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，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。如果有任何疑问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际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。今天我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，也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希望有机会为你们大家服务，也希望有这个缘分陪你们大家一起喝成交。谢谢你们大家。